其实像我们这种茶道生活，实际上就是让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人与人之间，与大地之间，充满爱与和谐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啊，我们这个大家因为带着很多的爱跟光聚在一起，自然就会产生这种很光亮光辉的时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而茶之起源记载最早于《神农本草》一书中。它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相传当初，神农遍尝百草，有72毒，后得茶而解之。于是，他感天地造化之博大，起名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而茶马古道的出现，写就一曲中华茶文化的辉煌史诗。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在古道上先人开拓的痕迹，这种世代不息的奋斗精神，闪耀着华夏子孙的荣耀光辉。山南
动过后，现在这个是最好就是睡一觉。佩珊您好，其实我也想象着有一天能够像您一样能够活得没问题，但现在有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包括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对过去也好没有太多的什么内疚啊歉疚或者过去不甘心的事情，但是对未来哈确实有一些担心，不确定性或者是恐惧，比如说像婚姻啊孩子呀、啊、或者是金钱方面这些，我就不知道在没问题的会上您这里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谢谢。其实这个生活，因为不管经历过所有任何的过程，一个是信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的生命就是缺乏信任。其实生命会安排你所有的一切，但是那是我们自己的头脑，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信任这个生命，我们一直想要去创造，想要去改变这种生命，实际上都是生命照顾你，你不需要去照顾这个生命。带着眼子的人哦，我们喝茶，看到茶就开始流口水了。生下来第一口喝的是茶，老茶友就是这么专业。
我跟会长说过，新年刚生下来的时候只喝80年以前的茶，以后茶都不喝。我跟会长说我养不起。会长说别人有渴望就要给别人喝。一度我父母觉得村叔的宝宝不健康，但你看新年非常的强壮，特别能吃，特别能战斗。所谓的要提升进化，最重要的你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每一天充满这种爱，能够爱自己，每一天让自己快乐，能够保持在一种很轻松愉快的状态里面，实际上你也已经能够跟你内在的神性所约。希望就是说能不能把我们的这种文化更大范围的扩大到韩国，然后促成中韩茶道茶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最后感谢会长这一次能参加这样的一个茶会的一个活动。这是他的问题，谢谢。因为这个茶道本身来讲，我们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文明。因为过去我们一般的茶道还是外在的层面讲的比较多的，因为这个茶本来就是由物质界就走上那种这个非物质界的一种桥梁嘛。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茶道本身来讲，当然就是横跨这两个一个过程。当然因为韩国这些茶道，当然如果只要韩国人这个内心这个也能够接受，也有这种心愿的话，
话，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去分享，也很乐意把它带到韩国的，因为我们本身也有记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是一体的，所以如果韩国这些也跟我们这些本身内在本身就是有机的，当然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也非常乐意去分享这份内心的一种喜悦。说生命要流动，那么我想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那个城市是没有财政，没有中心，没有会馆，觉得很孤单。然后我的生活，如果说我不走出来的话，在我的城市，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工作生活，两条线。有的时候会觉得人民僵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加速流动，谢谢。其实这个在任何时空都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连接在一起，只要你心中的愿望，你心中有爱，因为这份爱就会连接在一起，是没有距离的。对啊，虽然我们这个能够跟这些新茶友在一起，当然我也很激动，因为你们很激动，我也感受到，哇，我也非常的兴奋，能够服务大家，能够为大家带来这种温馨的感觉，其实那也是我一生的愿望的。所以啊，能够看到这些那么多新茶友，也不断的能够跟着内心的指示，跟着内心的灵感，所以你只要跟着你内心的灵感而活，在哪里都一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地球本身就是由一个镜子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啊，我们生活也是啊，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言语、思想、意识所一直创造我们的人生。因为这个对面镜子一直在反射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跟所有的行为意识，对，所以这宇宙一直在回应我们每一个人所意识所创造出来一个过程。所以地球是很丰盛的，因为它所有的在宇宙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想要来这个地球，因为地球就是因为这种镜子不断的反
是我看这个照片也让我联想起一些一些过去的往事。那我突然想说，我喝茶已经十几年了，已经算是骨灰级的茶饮。这个早年跟会长认识的最早是大家刚刚看到的，在很早期。喝茶的时候说真的没想到说这个到现在茶可以这样来喝，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几个人坐在那边喝茶，就是每次觉得跟会长一起喝茶觉得特别享受啊。那么其实这十几年来，其实我在回忆，会长也从来没叫我做手啊，只是一直跟着这样喝茶，会长只是一个好像跟我们一起做示范那么包括我请会长来大陆，我也是好像一直感觉到这么好。我觉得应该也带给我周围的朋友所以只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在多少好多次邀请会长来大陆分享这样的茶道那么我自己的一个见证也确实是觉得这个茶道在我这十几年的生活当中呢成为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也我也同时经常在往一点看，我也觉得这个茶道真正是我们民间生活里面带动了两岸和平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实质走了十几年的这个茶道路这个酸甜苦辣这个都有一言难尽。那么我也在这个时候也确实非常感恩这个会长一路的陪伴和爱，让我能够走到现在。也更感谢呢，这个这十几年来陪我一起喝茶，也一直成就我的诸位茶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茶友高新昌，这个哥们儿是一个演员，叫黄俊鹏。对，这个是8年前的我，是不是很帅啊？叼根烟那个时候我也认为这样很帅我之前呢一直就有很多人生美好的理想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赚够足够的多的钱，然后要住够这个足够大的房子，然后要泡够足够多的妞觉得这些人从猴子变来不容易，我这辈子得享受够了。对，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我在2007年突然结识了这杯茶，就从第一杯7542开始，我觉得这杯茶汤一点一点地灌入到我身体里以后，我一下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因为那时候也每天都在忙着赚钱，看似好像很风光，不停地在拍戏，但是呢心里面老是特别感觉恐惧很苦。所以我在拍戏之前，我不管我有多忙，或者这个戏我在拍戏之前我都要签一个合同，要给我5天的时间，这5天就是留给我来喝茶的。因为我知道我来到这儿，我在外面忙多久，这杯茶它会滋养我的心灵，会把我的身体清洗干净，让我的意识更加清明。就是那一瞬间，我突然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来当明星来赚钱，我才突然感觉到我已经在这个世界轮回了很多很多次了。我突然觉得这一辈子我跟着我这群可爱的茶友每天分享茶道，然后过这种愉快的生活，才是我这一生要过的日子。跟宣扬一种另外一种方式，
更轻松更自在。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我觉得我们可以很轻松自在，然后让周边的人让自己都很幸福，这是挺好的。可是我又想，如果因为我有这个往生西方这种想法，可是我又担心，对啊，到时候我不去做这个功课，我不去这样去做，会不会我又达不到我最后要走这个时刻的要求？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他们两个是矛盾的呢，还是统一的？请会长给予指点，谢谢。往生西方是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文明，现在你应该是往生东方。天堂本来就在地球上，因为我们来就是要把地球变成天堂的，所以你应该往生在地球上。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东方开始，这个太阳所有的光，主力的光都照射在东方，当然我们一定要跟着光走，当然一定要往生东方啊，不能往生西方。所以很多的观点要转，那你去说进化，它是转变你的观点，不是你要朝山朝水，你很辛苦。其实当你那么辛苦，我们的意识就没办法解放自己。我们来是把这个爱，把这个光，这种这份内心的喜悦不断的注入这个地球上，所以我们内心才会充满这种爱，充满喜悦。他身材高挑，举止优雅，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我知道了，你这个花痴这是庆丰哥呀。庆丰哥是不是值得一花痴呀？原来听天津话，一到庆丰哥店里，庆丰哥总是说：“最近怎么样呀？有什么新的收获呀？”所以没收获都不敢去他那儿，难怪你去的少。他这一去叫我唱歌啊！哇，这么多人让你唱歌呀！我一唱完，其他人都敢唱了呀。程云，还有那个不一样，还有福星，是不是都越来越帅了？行家不是没秘密吗？这就是全部的秘密。你想更美吗？我想越来越美，你告诉我呗。发个红包。又说马话，给不给吧？给。走，这就是给你是全部的秘密。
睡一觉起来，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其实最多的问题，真正的老师，你的心才是你真正的老师。你的心学的意识提升到这里，已经进入到最后由外而向内的一个时代了，不是过去我们要追寻什么宗，怎么写的很多经典，很多所教你的东西，最后一个旅程都是回归到自己的心，接受自己心的主导，那才是你真正的生活方式吧。好啦，相信吗？这个靠近，他是跳的比较高。那我们现在拿一下。